午的最新消息，在8:19时，在国道3号南下98.5公里处，新竹的宝山交流道这边发生了一起实车追撞的严重车祸。其实可以透过画面来看到，现场货柜车车头呈现90度，跟9辆轿车全撞成了一团，现场的是满地都是车壳碎片，有车子被撞到凹陷变形，夹在了中间，一度占据了全线车道，造成了车辆回堵大约是1公里，总计有3个人受伤，而警方也持续来厘清车祸的原因。目前国三南向98.5公里处只有开放路肩跟内侧的车道通行，邀请驾驶人在经过这个路段时要特别小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